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早已证明，两岸关系好，台湾才会好，也早已证明 ECFA 是一项造福台湾同胞的好协议，是岛内各界在乎的好康和康，绝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所污蔑的毒药。两岸一家亲，亲万亲好，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两岸关系好，希望台湾同胞能过上和平安宁富足的好日子。至于 ECFA 能否继续生效实施，端视民进党当局采取什么样的两岸政策路线，推行什么样的两岸政策路线，包括能否正视民意关切，采取切实举措，取消对大陆贸易的歧视性限制。